Hello，大家好，我阿 Wick。今日我哋等我就 Hello，大家好，我阿 Wick。今日就等我介绍下我哋新翻嘅产品 Mac Buffer。Mac Buffer 佢系一件专 MWS 系统专用嘅产品。呢件产品佢包装里边，等我谂下先，做阵先。阿肥冇咗我咧，真系唔得噶啦，交俾我啦今日。好啊，继续做你嘅辅助。喂 ，OK 啊。不如你讲下咧个 buffer 究竟个原理系点先啦。嗱，个 buffer 咧其实系当户打完一下之后，个 buffer 加好助力，即系依个枪机回弹咗过去呢度。扭错咗，呢边呢边会方便啲。咁、那个枪机。打完一下之後，咁佢會個 buffer 會頂住咗噶嘛？係。咁佢裏邊仲有一條彈弓嘅，咁佢當完成咗成個行程嘅時候，佢就會放翻去，咁進行第二發，同埋上咗一粒彈嘅。咁、那個目標其實都係純粹要一來啦，就係要做翻個射擊嘅準備啦；二來啦，就係起翻個錘嘅。嗯。係啦，咁其實。點解今次我哋依個 Mac 嘅 buffer 會推出啦？咁其實依個 Mac 嘅 buffer 咧就會係解決咗兩大問題嘅。咁其實好多朋友仔都知道個AR 系列嘅槍都會有一個槍機反彈嘅問題出現。咁而依個問題咧就會影響到有漏氣啊，或者我哋叫 double fit， 即係。上兩粒彈啦，同一時間。咁、而依粒 buffer 咧 ，Mac 嘅 buffer 咧，佢係可以解決到依個問題嘅。雖然喺坊間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 buffer 都可以做到依一樣嘢，但係我哋依個 Mac 嘅 buffer 咧，佢係因為講緊係全 CNC 嘅設計啦，同埋製造。咁所以有個新系統啊，呢、這、一個係啊。咁其實佢都唔算係新系統嘅。咁其實佢本身原裝馬記嘅 buffer 咧，都係有個叫做兩段式嘅回彈嘅。係。咁其實我哋就保留翻佢，原因係佢出嚟個效果係會更加，即係佢本身設計上都已經係有個幫助啱啱解決咗嗰個槍機反彈嘅問題啦。咁我哋當然要保留翻啦。咁但係我哋亦都會加硬翻佢裏邊嗰條彈弓。咁點解呢？因為有好多朋友仔都會留意到，就係佢原裝嘅話會太過立，令到佢嗰個後座力咧冇咁扎實。咁有啲人係中意扎實啲嘅感覺，咁所以就會係做咗依個，我哋就特登加硬咗，令到後座力嗰一下會變得實正好多，同埋咁好似真槍咯，即係個感覺。想係做到依一樣嘢，但係咁當然啦，佢。既然我哋出得呢一粒嘢嘅，咁唔想係好似真槍咁樣咁跳，咁所以嘅話就會比較今次我哋偏向咧係以穩定有個快速嘅回彈效果，令到所有嘅射手當我射下一發嘅時候，或者我哋打比賽啊，或者打其他嘢打 game 嘅時候，都可以好迅速地咁樣去做到射擊嘅。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啦，即係佢除咗前面係橡膠之外咧，其實後面係鋁製嚟嘅喎。冇錯，一個鋁嘅，點解要用呢一隻材料去整？咁因為佢原裝嘅話係用緊膠，咁我哋就都會發現到個問題就係，當佢嗰個 buffer 喺個 buffer tube 入邊，都會有機會會有晃動嘅，用咗。鋁咧，咁我哋就加埋個 CNC 切割啦，咁會變相喺尺寸嗰方面會更加準確，咁令到佢依個 buffer 喺嗰個 buffer tube 裏邊搖動嘅機會率變低咗。同埋減低一啲即係不必要嘅碰撞咁。係啦。哇，咁仲有冇啲乜嘢可以介紹俾大家？咁其實最設計上啊，最特別一樣嘢咧，就係佢依一個位前面依個位咧，就有一個係。扭動式嘅設計啦，咁你開咗之後啦，咁佢因為本身包裝上面咧就已經跟咗嚿鉛幫你裝埋喺入邊噶啦，咁如果你覺得成個整體打出嚟個效果唔係你哋想要嘅感覺，咁你可以掹咗佢嘅，咁就咁擺翻落去，咁扭翻實佢啦，咁再擺翻入去咧，
感覺反而之後的效果呢就會更加輕身少少，咁令到個後座力的成個感覺咧就會變弱咗啲。嗯，就係、是、咁樣。咁點樣去決定加唔加嗰粒圓定係要拆咗佢咧？其實冇，其實依一樣嘢係睇個人喜好嘅，即係好似我作為一個射手，咁我係中意要真實感。要實淨嘅，咁其實你會加咗依嚿加會加嚿圓落去咯。嗯、但係其實如果我話喂，我想追求一個係輕嘅後座力，我唔想要咁勁嘅，即係都係想有，但係唔想要咁勁嘅話，咁我就會拆咗佢，就咁用一粒咁擺落去。但係關唔關嗰、那個即係可能表現事？即係可能我、哦、加咗圓，我個表現會好啲咁樣，會唔會咁樣㗎？其實如果加咗圓嘅話咧，佢會令到嗰個做嗰、那個。因為它本身重了嘛，嗯、我回快咗啊個回彈。唔係，我擺本身加咗嚿圓落去之後啦，咁我反彈落去個槍機嗰度，咁令到槍機嗰個回彈，嗯、或者叫反彈嗰樣嘢啦，嗰個反彈咧就會變弱咗嘅。嗯，即係其實你話依粒嘢算唔算係兩刃劍咧？我覺得係嘅，因為佢始終佢重咗嘅話，令到佢成個動作係會更加默契，嗯、因為佢唔係真槍。佢始終即係擺喺玩具嘅氣槍，氣槍嘅講求係佢每一啖氣都好重要。佢一有少少唔穩定嘅話，就會令到嗰粒 BB 彈啦，會左飛飛右飛飛嘅。嗯，就係咁。有卡彈咧，即係如果你啱啱話落咗呢粒 buffer 之後，其實佢係好順暢噶嘛出彈。係。咁如果冇即係冇咗嗰個圓輕咗，會唔會出現有少少卡彈咁嘅情況？依個就唔會嘅，因為其實佢本身依嚿嘢卡彈嘅話，其實係。最重要是這一個位置令到它上那一下我已經是 做得再實淨了、嗯、做firm了，所以其實卡彈的話就不會減少了個機會的，即是不要說不會的、哦、其實卡彈都有很多種原因，例如 BB 彈崩了，或者個用家錯誤地操作了把槍，或者它例如它本身已經 jam 了彈，它不知道，都有很多種的，但是這一個的話呢它就可以叫做減低了這個風險、嗯、所以其實有很多玩家可能會覺得喂卡彈成日都可能有機會是關條不法事啊或者條煲事，其實都有很多種原因的、嗯、當然要看回你們自己的槍有什麼問題啦，如果有什麼不明白就問阿肥啦 Facebook Inbox 是我想問一下呢台邊還有兩塊紫色是什麼來的？這兩塊紫色的話其實在坊間上面坊間就有很多MWS 系統的配件的，最重要是個 Fat Tube， 其實有很多朋友仔都會去選擇換了一條其他尺寸的 Fat Tube 下去的，在這個情況之下呢我們就會送跟多了這兩塊東西讓它加回去的 Pat Pat 位置、哦、防撞那些、啊戰純粹緩衝力，純粹係啦，可以增加緩衝力，可以增加緩衝力，同埋可以戰翻高去，令到佢再快啲。嗯，係啦。哦，個回彈可以再快啲。冇錯，因為其實佢每一下嘅由依度，即係我當因為我冇入彈啦，都係安全為例。咁我每一下咁樣拉嘅話，我咁樣拉嘅話，其實都有咁長啫嘛。咁其實如果我戰高咗嘅話，我令到佢個煲回膛的時候那個行程就短了咯，變相我會令到它更加快了去做完每一次的回膛的動作咯。打比賽就很啱，我覺得呢樣嘢，因為要快啊嘛，我哋冇錯，所以其實有陣時候好似我以前嗰把槍咁樣，我係直情冇咗個鎖槍機的動作嘅，英文就簡稱叫落步，我直情淹咗佢嘅，因為。不要說閹啦，我直情係戰高了佢，令到佢成個行程會再快啲嘅。嗯，唔知道大家聽完之後明唔明啦？如果大家都對呢個 buffer 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喺我哋 Facebook 或者官網上面訂購嘅。如果有咩唔明咧，都可以去問阿肥嘅。好，下次見啦，拜拜。